然后我觉得，目前为止自己还是做到了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。然后，至于有没有还想要完成的，我觉得能不能把我们现在作为手枪宿舍的这一点优势，能不能从我们国家发扬和传承下去？啊，包括从宿舍的这个项目上来讲，我们国家能不能出更多的人才？然后呢，我也是积极的在为这个方面做准备。但是至于下一届的洛杉矶奥运会，我觉得还是看缘分吧。我觉得自己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。항상 훈련은 똑같이 열심히 해왔고요. 공기총에서는 제가 열심히 했지만 그래도 훈련을 더 열심히 했던 거는 속사였기 때문에 속사에서 더 성적이 좋았다고 생각합니다. 本身身体不是很好吧，然后但是还是想的是说做，坚持做自己的动作嘛，然后就是在平时训练里面，可能针对的就是前期提速的发挥，要求可能说更多的是说上来就要能打出一个较好的水平，能够有或者说是能打出一些优势来，能让后续可能更好做一些吧，就这些。